今天我们吃这个蔬菜饼。今天没煮饭，煮了绿豆汤，然后炒了点菜，然后煮点那个泡面，然后煮点这个面。
那个饭都不好吃啊。都是好吃。我就吃这个不长胖不长肉。就断掉了啃了一段。直接掰开。嗯，很好吃。这个煎饼比较有劲道，真的。还有，刚早餐我可爱吃了，就直接蒸一下就可以，不蒸也可以，一开始发的生菜不蒸都可以，你放冻了就要蒸一下。搞京酱肉丝也很好吃，加点再加点辣椒，辣上加辣，有味。
哎，嘿，那我小侄子看到我吃，他好想吃，他好兴奋。你还小，不能吃，你要吃奶。喝点这个，喝点这个果醋。我这一干是一包，十片，我吃两片，然后拍一发四袋哈，一袋是十片，四袋就是四十片，一共翻四袋四十片，像一家人啊，这次一个分量大小啊，还有菜呀、啊，好吃。